又嚟到數碼忌丁啦喎！嗱，小新，今日咧嚟到呢度咧好興奮啦，係啊，因為咧見到呢個擺設咧，就覺得係咪會有啲好靚嘅音響可以聽下咧？冇錯啦，我哋睇得身後邊呢啲咁嘅器材，哇！真係好勁喎，係啊，外面公司先有噶，好貴啊！係咁咧，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咧就係叫 CAS 嘅總頭。咩叫 CAS 其實？嗱 ，CAS 咧即係話 Computer as Source。咁因為我哋以前咧聽歌啊，或者係聽音樂咧，都會需要用咗啲媒體啦，就叫 CD 嘛。咁啊放 CD 落 CD 盤度咁啊聽歌，咁呢啲係好正常嘅做法，或者都好傳統嘅做法啦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因為電腦咧嗰個趨勢已經好流行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將所有嘅 CD 嘅音樂咧就全部轉曬落去電腦嗰度喎。咁咧。繼而咧，我哋就用可能用 iPad 啦，或者 iPhone 啊嗰啲媒體或者電腦啦，咁啊將嗰啲音樂咧由電腦播翻出嚟，咁變咗咧中間就會少咗 CD 呢個媒體啊嘛，咁所以咧喺用即係變咗用 file 嚟 play， 咁所以咧 CAS 咧就標誌住方便啦，同埋高音質，咁而今日我哋呢一個地方咧就最主要咧就係製作呢 CAS 嘅呢個好地方嚟，個後期製作嘅一個。地方嚟嘅 ，mastering 咁樣就用呢個身後邊啲所有器材，其中一啲器材啦。今集嘅問題就係問乜嘢係 CAS 咧？嗱，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快啲寫信嚟荔枝角寶麟街9號6樓，信封面咧就註明數碼忌丁，咁就有機會得到發燒 CD 一隻㗎啦。